挑衅你的那个。 最快的街头车手，只能是我。 等会儿的比赛，我要你好看！我打你一枪！真是扫兴！明天再战，你小子输定了！比赛终止，大家会上车，注意安全！别愣着了，走，出发，我来带路。 发现违规街头赛，立刻扣押他们的车辆。是追击队，他们专门扣押街头车手。请封锁前方唯一道路。这家伙是疯了吧？前面只剩悬崖了。还踩油门？你在想什么？ 这就是热湾，用你的速度征服这座城市吧。 有两下子吗？超级新人，有一天，整个热湾都会记住你的名字。我晚点呢，会把你的视频传到轰鸣之星频道，让我的听众们都知道，热湾街头赛来了车技超强的新人。 早啊，你的车我得明天才能修好，开我的，爱惜点，它可是我的初恋。福克斯 RS， 运动街头组的性能钢炮，听着声浪就知道它脾气不小，快试车吧。好车手无论开什么车都能拿第一。 标记。
不只有速度，还有技术。在合适的区域里漂移，过弯会更快。要出弯了，用弹射技巧冲出去。你很上道嘛，以后每个弯都别错过这招。车手都有点绝技在身上。来，趁着台湾没降，我们赶紧在热湾找找比赛，看看地图。我听说在热湾要打排位赛，都要去集会点。你想去那里啊？热湾有 CBAS。四个等级的排位集会点，先去 C 级试试。那里可是追击队画出来的地盘。追击队？还以为他们不喜欢赛车。他们要的是死死地管住街头车手，不听话的都把车扣走。什么维护秩序、安全监督，讲一大堆借口，实际背后有人在撑腰。我们街头车手才不会那么听话。等你混熟了，我介绍你去秘密比赛。C 级就在热湾职业赛车联盟体育馆里。每位车神都是从这里起步。机油味了吗？热湾几乎所有比赛都能在这里报名。快开始比赛了，我帮你暖好胎了。第一场排位赛，可不要紧张。
嘿，我在等你，待会儿一起去福禄港。港口？你要教我开快艇吗？我要给你准备更多的车，拿到好车比开快艇还爽。再给我准备一辆好车。你比赛表现那么好，就该配辆好车。想一直赢下去，就需要更多组别的车，更好的车。跟我来。港够热闹吧？热湾所有的新赛车都在这儿。看，又来了一批好货。看看你手气如何。是燃油跑车组的赛车，宝马 Z4，它的性能可不赖啊，你运气不错嘛。快打开导航，我带你回大本营，也是我爸留给我的车库。现在也是我们街头对抗追击队的地盘。我爸和我哥以前在热湾创办了热湾街头赛，可惜追击队把他关停了，还把他俩赶出热湾。只有我还留在这儿，街头赛成为了热湾的遗产，被我改组成秘密的地下赛事，那是恢复自由比赛的火种。可只有我这位技师是不够的，自由的街头需要一位领袖，速度的领袖，我看好你。我们目标挺一致的嘛，影响整个热湾的事算我一个。
迎来到我的车库，还算有模有样吧？超酷的好吗？我要是也能有个车库就好了。你说什么见外的话，这里就是你在热湾的家。当自己家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能在这里做的事可多了，我这就带你看看。看，你的车都放在这儿，可以好好欣赏。你已经拿到了运动街头组的福克斯 RS 和燃油跑车组的宝马 Z4。之后还会碰到混动电驱组和经典情怀组的赛车，他们都很有自己的特色。有了车库，离我的车神目标又更进一步了。那就好好打排位赛，提升段位吧。随着段位提高，就能去更高级的排位集会点。到达专家段位，就能去群岛区的 B 级；巨星段位，就能去湾港区的 A 级；只有车神才能进入高地山区的 S 级。不过嘛，你现在的段位只能从热湾城区的 C 级开始。还记得我说的秘密比赛吗？它叫热力追踪，最自由，也是追击队最痛恨的比赛。可是最近查得紧，得停办一阵，之后我会喊你来。现在先来一把竞速赛，再赢一把，你的段位就能前进一大步。